大家好，我是吴介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次新的降临山守神，我在周回用的队伍。那现在画面上显示的就是等一下我要用的队伍。那至于轰龙这个位置呢，可以取代的有木龙女、守护龙这一些，就是木属可以转两色阵的角色。那我们实际来操作看看。那第一关的话是五只小忍者，这边的话我们只要这样子拉一吸就可以了。那第二关的话，右边的企鹅会转一堆废猪出来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开木石女把版面洗掉。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左边的那一只木鼠宠它有那个空波盾，所以我们至少要转出五吸。那在第三关的话，我们会被黑木，那这边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一样开木石女，就稍微把阵拉开来，适当的转一下。那在这一关是蓬莱，这边就可以乱打没关系。今天就不用开技能，那这只还蛮弱的。那在下一关千信龙，我们就直接开大劫。那第六关的火鹰，因为我们属性被克属，那我们就是准备一只真伤的弗雷亚在这里。那最后 BOSS 关的话，我们就是开刘备。因为弗雷亚真伤还在，我们就只要稍微适当的转一下就好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正在用的。就是在周回用的队伍，那我觉得这样刷起来还蛮快，推荐给大家用看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